现在全网都在扒榴莲，我也扒一个，看看我这芒果买的咋样，不是榴莲买的咋样。哎，第一防肉不好，哦，吓死我了。不好吗？这个事好像不那么好，看看啊。咋搞的？这个盲盒，榴莲的盲盒拆的有点失败呀，就这些。好像还有点硬，失败了。